Oh, it looks nice. What year of this car? 1937. Oh my. 83 years old, yeah. 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It's like you go on a date and then like. Wow. 从来没见过这个车. Austin 7. Wow. Hello, 大家好. 那英国的万圣节呢，就快到来了。英国的万圣节就在这个月的月底。那我今天呢，就来到这个南瓜农场来选一些英国万圣节需要装扮的南瓜。然后这个农场的话，其实在英国的各个地方都是有分布的。大家如果想找到，如果大家是在英国生活的话，然后想找到当地的。 南瓜农场的话，你只需要在谷歌搜索引擎里面，或者是谷歌地图里面输入pumpkin farm， 然后理论上你就可以找到附近的离你家附近最近的南瓜的农场。我这个农场离我大概是有13英里吧，开车的话，因为今天是周六，有一些堵车，开了大概是小半个小时才到达的，所以英国的10月份。 也就是万圣节之后，就是圣诞节，也就是说，万圣节是圣诞节之前最后的一个节日了。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英国的冬季到来，特别是最近雨季也到来的这个天气，让你的心情特别糟糕的话，是可以安排一个摘南瓜之行的哈。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Pumpkin Farm 的，它是比较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估计就没有500平方米吧，就是500平方米的一个 farm， 非常小的一个 Pumpkin Field。然后很多的 Pumpkin 它这个质量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它是自己种的，形状也不太好，大小的话也有差异，然后有些也不是特别圆，有些的话还被踩碎了。 我刚才看见一个已经碎的，或者是烂的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完全的碎掉了哈。然后这个的话，基本上也碎了，烂了，就剩一半了，烂的。然后还有的一些 pumpkin， 它是颜色是白色的，没有，还没有长好呢，其实，然后已经被人给拔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些 pumpkin， 它是底部是这个。 绿色的，绿色的，然后上面的话是黄色的，这种的话，如果做鬼脸的话，应该也挺漂亮的。其实，然后我们今天是想选一个大的，然后再选几个小的就可以了。那关于签证事宜呢，Yurimi想在这里面更新几个事情哈。那第一个事情是乌克兰的签证事宜。那乌克兰的事宜之前主播是推过2期视频。 重点介绍了乌克兰重点介绍了是移民乌克兰的3种方式哈，分别是通过投资移民10万美元，还有这个建立公司做工签移民乌克兰，以及通过和乌克兰结婚来通过移民乌克兰。那这里面我想更新两点，就是关于如何正确的进入乌克兰来办理相关的签证哈。如果大家是想办理这个结婚。 移民的话，也就是说和乌克兰结婚这种方式，大家是可以通过任何的方式进入乌克兰的，因为乌克兰是截止到明年的年初1月份，大陆护照是可以免签进入乌克兰的，所以大家只要是用中国护照，合法的进入乌克兰就可以办理结婚的相关事宜。但是鉴于现在乌克兰的疫情呢，大家在入关之前还是需要自己查或者是通过 Yurimi帮你确认是否在进入乌克兰之前需要特殊的许可。 因为这个签证互免协议是持续1年的，之前的话，中国护照是需要办理电子签证，大家才可以，合法的进入乌克兰。所以呢，结婚只要是合法的进入乌克兰就可以。但是大家如果是想办理，工签的话，或者是投资，必须是有乌克兰那边的邀请函，大家必须持有乌克兰的地类签证、商务访问签证，这样在进入乌克兰境内才可以正常的办理相关的工签的签证申请。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如果是以免签的条件进入乌克兰，
那这种情况呢是不可以在乌克兰境内申请乌克兰的工签的。那关于英国 BNN 护照呢是在周五推出的一期节目哈。那第一点就是你是否有资格持有英国的 BNO 护照哈。那这里面如果你没有英国的 BNO 护照，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够申请 BNO 护照，或者是在你没有用 BNO 护照进入英国的前提下，只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进入英国之后，只要你是有资格申请英国 BNO 护照的话，也是可以在英国境内申请英国的 BNO 签证的。我在这里不知道给大家说的清不清楚。那换言而之呢，如果你在之前申请过英国的 BNO 护照，在香港回归之前申请过英国 BNO 护照，即使现在的 BNO 护照已经过期了，这个是没关系的，你没有必要在香港非申请一本新的英国的 BNO 护照然后再进入英国境内申请，因为英国的 BNO 护照它是支持在香港境内或者是英国境内申请的。所以就算是你的 BNO 签证已经过期，或者是你当时没有申请 BNO 护照，但是你有资格申请 BNO 护照，这种情况就是可以的。然后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关于英国 BNO 护照的误区哈，因为 BNO 代表的是什么？ B 是 British， N 呢是 Nation， O 呢是 Overseas。所以英国呢给英国的海外公民，特别是香港地区的公民的定义就是 British Nation Overseas， 它和英国本土的 British Citizen 它是不一样的，朋友们。所以因为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你只要持有 BNO 护照就可以随意的在英国境内的生活工作，这种情况是不正确的，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 BNO 护照只能免签进入英国半年，每一年只能进入半年，所以半年之后你需要离境才可以。所以这种情况即使你持有 BNO 护照，但是如果你想在英国境内长期的生活，你是需要申请英国境内的 BNO 签证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在这里再一次的和大家明确。然后主播呢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段中和大家再次详细的介绍加勒比地区的护照项目。因为 EuroIMI 是以做欧洲移民为准的，所以欧洲这边大家都知道没有一步到位的护照项目，大家如果想移民欧洲的话都是通过5到10年才能取得当地的国籍，也就是当地的欧盟的护照。但是加勒比地区的护照呢其实是不需要一个长期的移民过程，或者是经过几年的等待。因为加勒比地区它的护照是可以进行买卖的，所以加勒比地区呢目前也是世界上非常少数的几个国家支持护照买卖的项目的。那加勒比护照就是以多米尼克为首的，因为多米尼克在加勒比这个群岛里面算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了。当然如果大家是想申请加勒比群岛其他国家的这个加勒比群岛的护照也是可以的。那主播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呢以多米尼克为一个例子和大家展示并且说明如何投资多米尼克，以及如何获得多米尼克的护照，以及获得多米尼克护照的一个周期。大家如果不知道加勒比群岛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大家如果通过地图搜索的话，其实加勒比就是在这个南美的上面，北美的下面，中间的那个海域分布的一些加勒比群岛的一些小国哈，包括主播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英国的那个海外殖民地特克斯和采克斯群岛也是在那个加勒比那个区域的，包括开曼群岛、维京也都是在那个区域的。所以加勒比就是在北美和南美中间的那个海域上分布的零星的几个非常小的岛国。所以大家如果对加勒比群岛移民比较感兴趣，也就是一步到位取得加勒比地区护照的项目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主播的视频。那今天呢在万圣节之前到 Pumpkin Farm 来买一些南瓜的视频就暂时做到这里。那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